我去。我小魔刀。啊，摸不了刀了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刚在他面前。哦。软泥腿腿。可以。我摸完了。哇，超速魔刀。不行，不妥。来我走。我听到了，咻咻咻的声音，是不是需要这个？我泡不到他，太高了。倒了，好快啊！啊，小型魔物太好了，还差一只。我的尾巴，30块。Candy 安安。陪你断尾，真的啊！我伤害打够，我伤害打够，你打最后一下有啊？有吗？真的啊？没有吧？他不是累积切割值而已，是累积伤害吧？是吗？没有吧？累积，是谁骗我的？谁骗我的？我自己对啊，记得都是累积啊。没有啊，一定是斩击伤害才能断啊，打击伤害不能断尾啊。所以打击伤害只是造成伤害，不会造成断的那个伤害啊！我被骗了，然后一直打尾巴。玩到了 MR 200才知道的事情。不可能说你整场拿散弹打他尾巴，你突然换了一个大剑，他就断尾。可以，相信我们可以打出去都是那个玻璃碎片。哎、欸，他的塞子用完了，掉了，找一下。掉了，松掉了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就很好奇，怎么可能这样伤害打一打是怎样软，打软了之后切最后一下这样子。对啊，不可能啊。好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说，打击类的就是乖乖的打手跟打头啊，啊，斩击类的就可以去斩尾巴、啊。那斩击类的打头有算晕眩吗？没有，枪打一装穿了才有，没穿的话。哦好，哎、欸，没渡上去，还想要？哎、欸，哎呀呀！我吐，所以你除非看我啊，在腿上那个尾巴斩断之后，我才会去打手后头啊，不然我几乎都在打尾巴。嗯，我不想去跟他们抢位置。打得不错，那我很尽心尽力在打头啊，我很乖。啊、他被我打下来了，哎，又跑了。我要把他钢塞打掉，或是往内堵，拔他的塞子，往内塞子，掉落物。我再跟，偷吃一口面、啊，来不及了，磨刀的磨一磨哈，磨好磨。哎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可赚了，可赚了，可赚了。啊，我跑。吐。我补额。不要吐了，臭死了。吐完了。啊？那能撞吗？可，但我们不好输哦，可以耶。不，有他跑过来。快死了吗？我不知道、啊。哎、欸，塞亚人的科技没有开。没有跳过头出来，你讲完就掉了。啊哎！欸、哇！这比我想象中的还快。真的耶。也比我想象中的快。汤里面有掉落物哦。我知道。掉落物。对啊。古龙的密宝1600，我又是后龙里，是别的没有别的东西。钢爪重壳，好吧，就一个牙齿。石暗之夜啊，
耶、欸，可以吃面了。泡温泉有热饮效果。好。有，我泡得很开心。啊，你们在小池哦，我在大众池的。可以了，大众池。这个是柏流浮潜。我操！哇，我的腿好漂亮，又粗又细的。又粗又细到底是怎样？一边粗一边细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出那一个了、欸，金原石。无伤准备。哎呦，耐暑解放。嗯嗯贯通山。贯。我已经有13颗贯通山了。是。好了，最后一场石头把它打掉吧。还有两只哦，没有，总共三次。哇，我们刚刚测试了一次。对，我们测试了一次，大家测试的不错。测试网路用掉了一次。对啊，成效非常的好，这场没有砰砰砰死掉的状况。这高级餐券哦。哇、嗯，你餐券都吃完了吗？还没啊。我想问你可以吃餐券，反正那个蒸汽机会送秘药啊。没有、啊，我的我想想啊，哈。蒸汽机很大方啊。哎、欸，话说的秘药。啊、话说上次不是看说，每一次的突破奖励都不一样吗？每周啦，哼、啊，每周。不是每周，每次、啊、每周是天之龙人啊。啊、然后可是如果你一轮结束之后你没有跳出去，他还是会还。我今天看到了。可是我永远都是王凯宇。我也是都王凯宇啊。我今天有金，我今天金票，然后结束一轮之后才变成王凯宇。哦，金票是每天一定会一张啊。对啊。哦。对，活动呢、啊？现在活动。那就是那一张拿完，后面就变王。所以你提醒了我，我等一下要来王凯一下。好。是。好，又多了好几。好。完了，猎人症状来了，我头开始痛了。今天天气很热哎、欸。对啊。我就是那一块在痛啊。心里的那一块。奇怪。不是。心肌梗塞。那种拉到那边神经的感觉，拉到哪个啊？欸、白痴猫不要出来啊！后脑勺靠近脖子下面那一块，左偏左边，偏左边，好，那边不是脑干那边？看来我是该改名字，那叫偏右边。对，这好像不能改名字，只要重创一只。我不一个叫偏右边，一个叫偏左边，一个叫偏左边。第一时间拒绝是怎样？我等下再组，队友在等我了。啊，慢慢来没差。我好了、啊。在蒸汽机。哇，我就在蒸汽机啊。对啊，我蒸汽机、啊。两个都在给我蒸汽机。走了啦，等下再回来弄。好。啊，换我按空白页有没有？我想说你也在，我想说。你也在蒸汽，我看你的那个实况画面，你在蒸汽机啊，我就我想说，好，大家都还没好，先去蒸一下，蒸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上次丢爽没，一直丢，丢爽没，我会丢在他家里，把我走心。我上次一直说凯玉可以当燃料，可是我没看到哎，我也没有看到。还是版本不一样，因为我 PS 是印象中 PS 是有看到凯玉，那可能就是你是金狮子版本啊。对啊。啊。Yeah。有可能。泡澡啦。快点，他要来洛石区玩了。你们不用等我啊，我到一直先吃东西而已啊。
就把上面那个灭了好吗？看起来很烦。龙脊蛋预备，又要讨伐一堆巨甲虫任务了。我刚又发了两个巨甲虫任务。有，一只下来了。这波，这波，哎、欸，啊，干嘛？被揍了一下。啊，有被弄到、啊。鬼人本身。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突然？他只叫一下。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再过来一点点。你不要站那么近啊，江江，他会对你生气。他来了。白痴翼龙借过啦，自动锁到翼龙啦。我马下一个，谁撞？啊，不行不行，好，他倒了，尾巴我来啊。哦，乱了，乱过了。好，那我去打翅膀。还要再靠，还要再靠过去一点。有了。他把鼓了。哎、欸，可以。我在丢了。我丢了。有。你丢了。我丢了。你去。一库。一库在。啊、哦！叫了，错了，啊，挡了！哇，那么早就爆炸？哇！天！啊，错！等我一下哦，好，没关系。尽量撑着，需要盾就好。好，等我一下哈、哦。我也在傻，没事，我也在傻。虽然我是被自己你你又是你，抱歉。哎、欸，好毒哦。对，可以吗？哇。我们被隔离了。哎呦！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你是想干什么、哦啊？没事。我们被隔离开来了，我看不到我的队友了。哎、欸，喷、欸！真的好痛！嗯、啊，我没子弹。假的。还敢骗？会叫的都是假的。没有不一样。啊，这个嘞？不是啦，我是说站起来叫、哦。站起来叫。这个不一定、啊。站起来打哈欠。来，小动物来啦！又来了。晕、啊。一个死人，一个晕。欸、没有叫，好哦。又来了，倒了，好快哦！翅膀我来了，黄哦，啊，感觉是换位置哎，卖给我啦！哎、欸，红了，哎、欸，红了。应该是拍一下哎、欸，对啊，奇怪，他们现在那个愤怒值好奇怪，高，哎、欸、断，叫了，喷了。你不行土，我来打棉弹。哇，打到的了！哇，我在带我走。打棉弹，我就这时候才可以打
趁机打扁担的话呢？他想多打几发。哦，我想说你要棉他一下，我一跳。我看来是要等你下来才要棉他、啊。好，先打了两颗的。真太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好地方。啊 ，sorr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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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没水，没血，那我回去补个子弹。很凶，很凶。我的枪已经这么红了，是，哎呀，靠呀！他怎么在那边开心的绕圈圈？对啊，他怎么？他可能在追自己的尾巴，把尾巴断了。四套龙公园，断没毛尾巴、欸。你是给他戴个小皇冠吗？对。莫非你今天也生日？哎、欸，他黄眼，今天可是巧克力生日呢。Post day 啊 ，Post day，Post day，Post Post Post 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有他撞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往这胸口拍一拍，勇敢站起来，猎人掉下来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这是消费。心跳很平哎、欸。我还没有看到骷髅头哎、欸，我这怎么会不会跟刚刚一样？对了，出来就死掉了。好，我跳，我跳，我下来，我下来。哎、欸，睡着了。对对对，刚刚就可以直接撞了。来，谁睡谁搭。谁谁谁撞我？我没有，哎、欸，我有，没有石头、啊。好 ，HTT 上，继续。真的，晕了，晕了。结果还是有三次哎、欸，好过分！三次，害我只长一次。我想要吐，我想要吐了就倒了。还想要偷懒。哎、欸，骷髅头了，真的。这次好像及早看到哦。阻止他、啊！我在这家死，这边测试。六七，灭龙石丢完了。中断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他不断了，没弄死我，所以他反正就会在这里停。是。来，前面接过。这也是真的。这是行。打你妹妹，打你翅膀。啊，我的。晕了。是。Yeah。不是大剑的话，一个人难断。嗯，大剑比较高吗？大剑的伤害高啊，一下一千、欸。哦。波哥翼龙皮有荣誉啊。翼龙的龙玉哦，翼龙的龙翼龙玉，十套龙的宝玉，啊，宝玉嘞，什么都没有，直接算吧。
不知道这样在干嘛哎、欸。然后我在看我到底装了什么东西。这个可以转方向哦。可以啊。我看到两个智障在跳舞。哎哎、欸，有一颗了，终于。我哥们在地，我在地板弄错、欸。拔刀加护，结实体术，缩短回避。敢不敢给操心啊？这个颜色。拔刀体术。拔刀体术。哎、欸，解放体力耶、欸！哦，好东西。小金啊，有小金哦、啊。对啊，没注意。哦，我刚没注意到。密图，我真的1843。哎、欸，跟各位讲个好消息，又拿到一次4个奖励的物藏石套，还有5个奖励的明波龙。可是两个人吧？没有4个，怎么那么好啊？好大！我5登的都是两人欸，两只都能再打，太棒了！5个奖励好多、哦。是，就要每次来打明波啊，就打那5个奖励。啊，长火嘛。长火啊，古代树雷二跟长火都有吧？嗯嗯，看要选哪一个？雷二龙，选到满二龙血好吧？我有个仓火剩一次哎、欸，不过是在龙结晶。仓火龙，哎、欸，我的雷二都是在。永庄洞谷哎、欸，我没有雷二的古代，我仓火在古代树，对，然后再看其他的雷二，这什么鬼啊？阴火雷狼，然后叫什么？哦，恐暴狼。我有四金的雷二在古代树，可是一次力竭。哦，不会死啊，不用担心。啊！What the？这丢了吧，这个好恐怖哦！打三次利益战，然后难度才是一颗星。啊，接的。啊，所以是接谁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在那个场。那就接我的。我看，等我一下，我看看我们是古代树还是、啊、古代树雷二或长火啊？我要嘛是长期。我说你有吗？他有啊，是。我有。好，我有雷二的啊，仓火也，哎、欸，仓火刚没看，忘记了。我有啊，我有仓火的。我有仓火的。那我先接雷二了。好，你先接啊，我等下再接我的仓火。R2，不用仓火就随便啦、啊，仓火就不用古代数了、啊，古代数两次就好了。我有雷二跟仓火、欸，同一只、哦，同一个的。啊，抱歉，两个人，对不起。是。抱歉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是，我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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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抱歉。看，完全没有在道歉的感觉。妈的！傻逼。压票，压起来。对，我要雷二龙天顶呢，我也来压票好了。压票会有天顶吗？几率、啊、就是出现几率高啊。哦，也不是说出现几率高啦，它是用选的。原本你的几率可能是10选4，可是你压票会变成那个10选6，这样子。哦，我真的想不到。
我真的不知道。没事，我因为我在看，刚这几天还在看木棉花那个退群，我想说奇怪，我的聊天室怎么刷这么快，吓死我了！我下去看一下东西。看什么？我也要去压票。看什么？现在在播《城市猎人》啊！啊，昨天还在《进击的巨人》。对啊，我就看瞄一下而已，《进击巨人》。城市猎人有点想看。喷走边，炼金，蒸汽。已经有把爱撸猫变成爱撸狗的模组了，有没有变兔子的、啊？看看有没有喜欢兔子的。哎，爱撸兔。对啊，明明他们的尾巴就有那种麒麟尾啊，小小圆圆的。猫咪也有麒麟尾。我看到小鱼开撸了。